你看我最高纪录，看见没？260。好，兄弟们啊，今天是这样，上次不是说我俩挑战了那个什么神庙逃亡以后嘛，然后就是让他挑游戏，叫什么什么球球来着，就是这个什么欢乐球球吧。他们都说我拿你的手机玩有毒，你知道吧，我应该自己玩自己的手机。那拿你的手机玩，今天不拿我的手机啊。老规矩啊，是一分一块钱是吧，谁输了谁就那个哈。这次我再赢了，是你挑的游戏啊。啊，该怎么办呢？感觉没有什么说的啊，就是菜就是菜，好吧。好，接受，没有反悔的机会啊，你输了就输了。开始，我先开始是吧。随便，我开始就开始嘛，我还没玩过这个东西，就是直接这样转是吧。就要让球通过那个缝隙漏下去。我记得后面好像还有个橙色的一个，就是那种格子不能碰到，好像是。就这个，这底下这个橙色的。对那我就快碰到了呀。你可以找别的口啊，找别的路出去啊。它这掉得很快你知道吧。我知道啊。我以为我刚刚死了呀，这怎么两边都是橙色？它这个会掉不？我不知道，你试一下呗。哎，好吓人！38，没有38，后悔的机会，只有一次。不是，它这个东西，它掉下来就直接就橙色。一开始其实挺简单的。你看我最高记录，看见没？260。来嘛，他还是玩过的，我没玩过啊，兄弟们。我真的玩过，我以前玩过。怎么那么快呀？哦，哎，为什么你不死啊？没死啊，我没碰到橙色的呀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碰到了？你看，我去，还这样的，速度快，才是真的快。刚才你不就死了？给你演示一下，找一个没有的哈。我去，那我输了，我直接投了，好吧，我投了，这一下就61了，70多了。你等我玩玩的，好了，83，38，83，哎，干嘛的？干嘛的？来来来，我要随一个好吃一点的啊！我83，我都不知道吃什么。就这个，点到了没？点到了，来一碗猪油炒粉。哇，可以，来一个鸡蛋炒粉吧，13.8块，还可以加料啊。开胃菜，临川菜梗，哎呀，我们这边著名的菜梗。好，可以给我吃一点吗？我好久没有吃过了。不可以，不可以。要不我吃炒饭吧，我38块钱还是有很多啊。好，是啊，对，猪油培根炒饭，你看看，17.8块，27，还差11块。我来瓶饮料嘛，可乐32，你看还有钱，加个肉，再加个蛋。38啊，那3毛钱送啊，加青菜37.8块，我不要、啊、行吗？好，就这37.8块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进去了。啊，进去了。什么东西？水果捞。我想吃饭，我想吃这个丝儿。这可以来一点，这个可以来一个。哎我擦，真是榴莲。葡萄也不要。70，再加一个13块，火龙果嘛，12块，那就这个吧，82.9块，那刚刚好。啊，付了啊，兄弟们，难得我付一次钱啊。你这句话说的我好伤心呢。你想想嘛，跟飞哥玩也是，跟你玩也是。我38块钱，我吃了那么多东西，你这是83块钱就吃这几个玩意儿。你再说一遍。来，这是我的啊，热的，你拿出来啊，你的东西80多块钱的。我先看看你的，给我吃吧。菜梗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给我吃呗，我拿榴莲跟你换。拿榴莲跟我换8块钱的菜梗。来，兄弟们，看看我的38块钱的配置啊，可乐，菜梗啊，然后这个是炒饭啊，这是我土豪加料炒饭，加的青菜、瘦肉、荷包蛋一起炒的啊，总共7样东西，38块。来看看你的，我真是无语啦。你就三个东西吗？对啊，三个东西80多块钱。是啊，这个就要56。这个是包好的啊，兄弟们，13块。这个是包好的红心火龙果，这个红心火龙果更划算一点。你看，我就说吧，只有2块，梆硬的。放到微波炉给你解冻一下。哎呀，你看我的炒饭真香啊。干嘛？我先尝一口，我先尝一口。临川菜梗啊，兄弟们，这是我们这边的特色，用的芥菜的。哎呀，好好吃，我给你吃一个，好不？小飞棍来呢？啊？给不给？来，给。不给加法伺候了。好吃了。
棒！我明天我买一包带去。这有啊，这不是有吗？买一包带去当辣条吃，真爽。我觉得这个饭真好吃。好像听说吃了这个的都是这个颜色。傻屌呗。甜吗？你真甜。我看解冻好了没？哎，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！哎呀，怎么少了这么多？那我吃个大的，你吃个小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吃个榴莲啊！嗯，这确实甜啊。我去，这家饭叫什么名字？这味道确实可以。来一碗猪油炒饭，主要是有这个菜梗啊，这个菜梗味道确实可以。我们老家这边才有的，网上有卖。对，网上有卖，就是菜梗，临川菜梗啊，你们可以去搜一下，确实味道可以，超级好吃，力荐。OK， 那本期呢就到此结束啊，后面我们新手要去外面培训十天啊，不在家。如果下次要再拍这种视频的话，得等到很后面很后面啊。在广大粉丝朋友面前要说一点什么？说什么呀？这十天一路走好。我说你，不是我，这十天要干嘛？我还能干嘛呢？我就拍视频呢。除了拍视频呢？拍视频、睡觉、吃饭呢。啊，听见了吧？如果发动态就什么泡脚按摩，赶紧按摩。我泡脚按摩会发动态吗？说的就是你，飞哥。什么飞哥？跟飞哥有什么关系？我听住了啊，没听住，回来。我跟他们一起去吧。别住。